来等等，是他，他已经算最，他已经算最强了。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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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聲明咧，即係作第份聲明咧，佢亦都已經引述咗佢回答我哋劇協嘅關於我哋要求佢澄清嘅一啲內容。我哋召開呢個記者會嘅時候，我哋其實仲未收到佢作日聲明所引述嘅覆函嘅。咁所以我哋今日標題咧係要求佢再三要求澄清。不過雖然佢補發咗作日嘅聲明咧。其實裏面都是講得有些諱莫如深又好，或者閃上其詞都好，都是有待佢再進一步的澄清的。所以今天我們的 banner 都沒有做錯到的，所以今天最方便呢就拿著他那份補發聲明，我們一一解說，都還是要求他作進一步的澄清。不好意思了，我好像講書一樣，請各位跟住他的一份聲明，是我們一路順著來看，我不會整篇讀一次的，不過去到某些重要地方是值得我們做一個解說或者進一步要求他澄清的，我會停一停做一個補充的。昨日篇補發的聲明大家看到了，然後去到第二段，他說香港藝發局一直是致力透過撥款支持藝團，以推廣及支持本港藝術發展。藝發局在過程中有責任確保公帑和公共資源運用得宜。一點我們同意他這個這樣的目標，而我們這麼多年得到他的資助呢，我們又覺得沒有負他的要求，我們幸不辱命。大家如果看過我們31屆的錄影帶，已經事實上我們全部劇界的人是很希望能夠為我們香港製作一些引以為傲的演出，是可以吸引到外地的遊客來的。我們繼續要告訴外地聽我們香港有多好的，完全是符合政府或者我哋特首嘅期望嘅，咁所以我哋係做到嘅，咁間接咧即係幫藝發局係達到佢想做嘅嘢。
呢個只係佢其中一項嘅成果，啫，其他我哋唔知。繼續落啦，佢話藝發局向來與獲資助者保持良好的溝通、支持及互信的合作關係。呢度又要停一停啦。我同意，廿幾年來，甚至再長啲，包括康文署，同我哋一直都係一個互信合作嘅關係，而且係經常溝通，有傾有講，大家互相遷就體諒，有咩事唔係匆匆忙忙擺上台，一封公函就完全好似冇轉圜餘地，冇得商量嘅。以往係好好嘅，只係今次我哋係真係驚訝。自1999年，本局連續24年以計劃資助支持香港戲劇協會舉辦香港舞台劇獎，呢個亦都係事實嚟嘅。我哋好多謝佢哋，無論康文署提供場地，或者藝發局係資助我哋，我哋係好多謝佢，我哋能夠辦到咁多屆。不過我哋事實上好窮嘅，我哋一路都冇繼續收會費嘅，我哋都有每一屆要自己貼錢嘅，因為藝發局嘅原則咧，我哋體諒嘅，佢唔會津貼我哋係製造一啲獎座俾嗰啲得獎者。我哋每年咧，我哋自己要貼40000多銀去製造一啲獎座，係送俾我哋嘅得獎者。咁所以佢係資助大部分，但係我哋都唔係冇自己貼錢嘅。我哋事實上好窮，但係我哋覺得每年係爭取有40000銀係俾我哋嘅得獎者係好值得嘅。好啦，跟住落去下一段咧，我跳啦，去到第三行，位於去年6月舉行的第31屆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劇協沒有主動跟本局商討下偏離以往的做法。稍停一停，以往點做法呢？以往他們信任我們，從來沒有要求我們事先要交了我們的計劃是告訴他們。以往我們曾經跟香港電台，一個政府的電台是合作的，我們從來商量預備怎麼做，邀請什麼嘉賓，定什麼主題，是不需要事先得到藝發局知道或者批准。而有主題這回事亦都唔係呢兩屆由我哋自己獨自去主持，因為香港電台冇意思同我哋合作啊，咁我哋就自己去做啦。但係先幾年仲係同香港電台合作嘅時候，我哋都定咗個主題，所以佢話冇同佢主動商討之下偏離咗個做法。第一就冇所謂偏離，根本以往係唔需要商討，亦都冇所謂主動。我哋唔會做一啲俾人要求，完全係冇一個自己去決定一個策略，但係喺合法、合理、合情之下去做嘅事嘅。若果唔係，根本就唔會發生，亦都唔會得到咁多年嘅資助，俾我哋都未必要嘅。如果講嘅要求，咁跟住落啦。佢包括新增咗頒獎禮嘅主題，呢度又要停一停。正話講嘅主題，其實我哋過去唔係今年開始嘅，好奇怪點解冇發覺嘅咧？舉翻前幾年，我哋喺28屆，我哋用一團火做主題；29屆，我哋用 moving forward 做主題；30屆，我哋用團聚做主題。以至今年，以至31屆最啱啱去年嗰屆，係用勇氣做主題。所有嘅主題都係鼓舞嘅，係勸勉嘅，係呼籲嘅，係表示我哋香港人、中國嘅香港係好團結，係盼望未來嘅。大家睇到我今次所掛嘅呢一個30周年，我哋做出嚟嘅襟章，我哋係免費送俾所有劇界嘅人，或者一起去抗疫的朋友。
我哋係表示我哋嘅團結抗疫同埋心盼未來嘅。大家知道過去幾年我哋封館冇得做，好多同業暫停冇演藝工作做，演藝工作做，甚至停咗去幫小巴清潔。我哋要維持我哋嘅基本生活，靜待疫情過咗，喺政府英明領導之下，去繼續恢復我哋嘅演藝事業。難道呢啲我哋唔能夠憑一團火？我哋唔係要 moving forward， 唔係要翻翻嚟啦，我哋團聚啦，唔再封館啦。然後剛才所講嗰啲朋友放低自己演藝工作所受嘅演藝訓練，走去做清潔嚟謀生，又或者轉去其他界別。大家睇翻個錄影帶，我哋嘅主題一路係圍繞住勇氣。所請嘅嘉賓嗰啲得獎者嘅感言，都係講我哋點樣面對未來，係離開疫情之後，跟隨政府繼續希望令到香港重新繁榮嘅。好啦，我哋停一停。佢跟住落嚟就話邀請文化藝術界以外嘅頒獎嘉賓。事實上睇翻我哋過去30屆嘅歷史咧，我哋邀請嘅好多時都會係佢所謂文化藝術界以外嘅嘉賓嚟頒獎。喺我哋新聞稿有講過，時裝界嘅精英、化妝界嘅精英、體育界嘅精英、新聞界嘅精英，唔係想攞一啲搶 flow 咧，所謂唔係要攞爭取焦點，而係話配合個主題，係發揚咗嗰屆主題嘅精神。大家睇翻你就睇到嘅。好，繼續落下一段，而家就要講到時序問題。下一段咧，佢就話：佢及後本局深入了解及討論後，我唔係喺度翻舊帳，我哋只係想了解真相。真相或者未必令人歡喜，但係事實俱在。佢呢度寫話，於去年11月下旬作出調整贊助資助的決定，12月8日咧就親自本局高層，嗰位高層就係佢哋嘅行政總裁，約見劇協幹事會嘅代表，即係我哋嘅副會長，表達對事件嘅關注同埋詳細展釋本局事經過審慎的考慮及討論才作出事次決定。在時序上可能他有些混亂，或者他太匆忙，亦都可能有新同事加入，亦都可能年紀大一點的高層呢，他記憶有些混亂，我一直是為他想理由。因為為什麼呢？我們12月8號他不是郵寄給我馮木德，他寫給我，他不用郵寄這一次，他也沒有用 email， 是拿著兩封封了口的，就是那兩封信，是約見我們的副會長那位高層。那兩封信，第一封是告訴我們，因為頒獎禮出事了，他認為要下調，即是沒有了我們美琪的贊助那款，雖然我們做完了，即是他說不找數。那封信的日期呢，是寫著2023年9月29日，然後另一封信呢，就告訴我們，好像是當另一回事那樣，告訴我們 我們每年都要申請的。所以32屆咧，佢哋話俾我哋聽，因為競爭太強烈啦，所以我哋輪到俾我哋啦。雖然往年咧從來冇呢個理由，我哋當然唔係奉旨會得到，明白嘅呢個公平嘅。但係今次佢就寫喺嗰封信係11月30日，咁好自然你就諗到呢封信，我哋冇意思，不過我哋好自然會有聯想嘅。9月29日以咗封信，即係佢有決定噶啦。不是他這個新聞稿所說11月下旬就作決定。好了，然後第二封信11月30日他決定了，然後12月8日約見我們的代表。這裡說詳細展釋呢，他詳細展釋為什麼我們怎樣下那個決定，他不是說的內容，不是說的理由，
嗰封信咧係講得好神秘，簡單一句就話我哋直接話間接係損害佢嘅聲譽，就係、是、咁樣啫，冇講邊度損害、點樣損害，唔知。封信話有人查詢有幾多個人，邊個人唔知，所以後來佢補充咧，睇其他稿咧，就係政府代表啊、本局嘅委員講我哋知啦，但係幾多人唔知。事實上以往都常用呢個手法，話有人投訴、有人查詢，其實就係佢揾一個理由嚟問我哋，要翻睇翻我哋做過嘅嘢。以往我哋咧有團咧係試過用呢啲嘅。咁原來嗰位高層向我哋嘅代表講嘅咧，就係講。我哋啊，係根據我哋嘅機制啊，然後嚟根據合約嚟做呢個決定嘅。我哋唔要你全部賠翻翻嚟，淨係給你美期咧，係一個比較仁慈嘅做法㗎啦。佢就係講呢啲，佢根本就冇再補充或者詳細解釋俾我哋嘅代表聽。嗱，呢個時序問題。好啦，咁我哋接到封信，我哋討論咗好耐，諗緊佢嘅意思，因為實在太驚訝啦。一個好地地一路拍檔咁親密嘅拍檔。而且好似我哋個委員其中嘅委員講，藝發局唔係帶領我哋去發展香港藝術嘅。如果我哋俾外人不合理地投訴或者查詢，你唔係了解清楚嚟引導我哋，甚至保護我哋嘅，點解又用你一廂情願一個角度主觀嚟一個判斷，連我哋辯解嘅機會都冇，你就一指功行嚟落呢個決定？我哋係驚訝。好啦，我哋商討好耐，直至12月31日，我哋覆函俾佢，要求佢1月12日係回答我哋。我哋理由就係我哋每年都要做嘅，開始要籌備32屆嘅。睇到嗰兩封信，我哋點做咧？彷徨之餘，我哋都要面對未來。你係點，你就點啦。我哋點都會勇往直前。所以呢封信咧係要求1月12日俾翻我哋答案。去到1月昨日。1月18日，我哋睇個信箱，特別翻去我哋嘅辦事處，都揾唔到呢封信。原來昨日或者前日17日，我哋秘書黃燕文小姐係接到霍啟剛先生嘅秘書顧小姐一個關注嘅電話。嗱，要講講題外話，霍先生咧以往係好關注，係好照顧我哋藝術界，特別我哋戲劇界。以往疫情嘅時候，佢送一啲口罩啊、消毒用品啊俾我哋，係主動俾我哋，而且顯示出一個好開明嘅新一代嘅，似乎係一個領導者咁樣。所以我哋對佢咧都有好感嘅，係有盼望嘅。咁今次我哋同傅小姐熟咗啦，傅小姐好好主動問我哋，佢哋俾咗覆咗你哋嘅喎，你哋收到未？我哋好驚訝，所以翻去睇個信息都未睇到。於是我就同阿黃小姐講：，不如我哋主動問藝發局啦。點解我哋未收到？原來佢今次咧就真係用郵遞啦，佢又唔約見我哋嘅代表啦，又唔用現代嚟講，又唔用 email 啦。所以黃小姐就要求 email 俾我哋。所以我哋到昨日係咪昨日早上先至收到佢嗰封覆函？大家唔需要關心個覆函講乜，因為佢自己全部引述咗喺度。最初我哋都唔知道，死啦！佢個覆函揸住喺手啦，我哋提唔提好咧？雖然冇達到 confidential 或者 restricted 嘅字，但係我哋唔可以引述嘅喎。又睇見霍先生對住記者諱目如生，提都唔敢提，我哋弊啦！我哋會唔會又踩線咧？於是我諗緊，咁我有限嘅智慧就同同事講，我淨係講我哋嘅回應。大家聰明嘅記者朋友一定就可以知道佢問題問乜啦。啊，點知後來佢自己成封信引述出嚟，啊，原來唔係機密嘅。咁我而家就講得好暢順。好啦，關於時序問題，我啲交代清楚啦。繼續落去，再下一段，大家請睇到佢話。我哋個頒獎禮31屆喺2023年6月14日舉行嘅，同時喺網台直播嘅。咁佢哋就收到不少意見，嗱要講啦，唔係有人查詢啦，係包括佢本局嘅委員同政府代表等。大家明白佢查詢嘅內容乜嘢啦？呢個 highlight 咗喺度。就頒獎禮嘅主題，我就係解釋咗啦。內容係跟主題而嚟，我哋冇偏離我哋嘅主題。
我哋幾時都謹謹慎慎，尤其是我負責呢個會嘅時候，我係會好小心，我係合法、合理、合情，如果可以嘅話，希望佢俾人情啦。同埋舞台設計及邀請非戲劇界外嘅人士嚟作頒獎嘉賓。呢個前面講過，唯一我想講嘅舞台設計，大家可以睇翻我哋錄像帶。舞台設計好簡約，根據我哋設計師講，係完全純粹就美學同埋舞台設計嘅角度諗。當然，當一個人有偏見有成見，好似我哋舊年做十面老漢咁，偏見往往令到隱瞞咗真相，好遺憾。但我哋體諒佢嘅，當戴個眼鏡有顏色嘅時候咧，睇乜嘢顏色嘅？佢以為我哋一早諗定個主題，一早係諗住有嘢表達，所以成套咧個包裝包括舞台設計在內。事實上，直至到我哋全部定曬啦，差唔多開始進行個頒獎禮啦，個司儀開始諗要講啲乜嘢。嗰陣時我都冇諗過所謂成個 package 嘅，呢個係純粹美麗的誤會。咁我呢度解釋咗。咁啊，絕誒，我哋新聞稿有講到。好啦，又繼續落。嗱，呢個重要啦。咁多位頒獎嘉賓，請咗好多位。有藝發局，我哋民選嘅議員代表係做咗呢個戲劇會主席嘅歐永峰博士，佢係頒獎嘉賓。而家佢係。礙於保密協議，唔可以透露任何一點消息嘅好好嘅委員，仲有政府代表，有好多藝術界資深嘅朋友，包括埋佢度所點名嘅專子先生同埋蔡玉玲小姐。專子先生係資深嘅漫畫家，好著名嘅。漫畫唔係藝術，蔡小姐。是一個編導，是製作紀錄片的。電影不是藝術，為什麼說這兩位朋友是藝術界以外的頒獎嘉賓？另外他就說主持人是講紅條紅線的話題，關於底線，尤其現在那麼敏感，但是我們不完全透徹了解的情況之下，我們不止一次在正式場合、非正式場合公開明顯提出，究竟我們底線去到多少，我們怎樣為之是違法，沒有講清楚給我們知。好了，去到一個我們這個場合，主持人都是一個藝術家，大家知道藝術很多時候就由《詩經》開始，我們講不到直接的，我們唯有委婉地是提出我們的心聲與要求，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之者無罪，問之者足以戒。何謂戒呢？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有誤會溝通，然後齊齊互相諒解，謀求進一步，是保持好像特首所希望話俾人聽，我哋香港仍然好好。咁主持人咁委婉提出要求，可見我哋幾痛苦。我哋業界真係戰戰兢兢，步步為營。但係藝術係唔可以限制創意嘅，政府都贊成有創意工業，點解？不清楚講清楚，我哋點樣為之合法？我哋而家喺有限知識都盡量做合法嘅，而又認為合理嘅。但我哋係人嚟嘅，自然有人情，我哋要合情嘅。所以我唔怪我哋嘅主持人，但係佢哋就怪。於是下一句就話引起公眾同媒體注意，同埋製造社會話題。我哋冇高調。嚟提出紅條紅線，我哋新聞稿從來冇提，
成個錄影帶我哋自己睇咗好多次，自然得到佢嘅決定之後，我哋發夢都冇諗到嗰度有事。雖然我哋嘗試用對方嗰個角度，用偏見嘅角度嚟諗，但諗落應該冇事啊。難道藝發局唔知道藝術、唔知道文學嘅起源就係咁樣嚟委婉表示自己嘅情思，然後又先有咁高嘅藝術？佢冇理由唔明嘅，但估唔到佢真係喺呢一點嚟發揮，引起公眾注意，引起話題。佢今次落咁嘅決定，就已經話俾人聽，真係有條線，紅唔紅唔緊要，紅係 alert 我哋著紅燈咁解。紅係冇任何意思，係有條線，佢唔肯講條線喺邊度。我哋問佢委婉唔公開問，費事佢尷尬。但佢而家咁樣停咗我哋嘅資助，唔緊要，我哋唔會乞求。但係你咁樣引起公眾注意，係邊個做嘅？然後今次逼到我哋開呢個記者會，今次我哋先係要求公眾注意。我哋從來都冇就我哋頒獎禮裏面所講嘅嘢，特登高調嚟引起注意。今次佢哋自己做，我唯有講一聲遺憾，係鄧佢遺憾。差唔多講完啦，要局佢要指控我哋都指控佢。跟住落去就係、是、佢希望我哋保持良好互信合作關係。我哋一路都盼望嘅，但係而家唔敢講。佢要求我哋履行謹慎管治決策同埋運作嘅責任，我哋有做到。我哋每一屆都擔心得獎者發表嘅感想。人哋咁難得咁有成就，講出自己嘅感想，乜嘢都唔做，明知唔會發達，甚至生活都有問題，都願意投身藝術，仍然冇辦法供養翻父母，仲要靠父母資助。一旦得獎，少少嘅安慰嚟俾自己嘅雙親，講出咁嘅感想，一個高調對人生嘅盼望，點解係會踩線？甚至我要話俾我嘅下一代聽，仔啊仔，女啊女，生活唔容易㗎，依個世界好艱難㗎。你住出世得遲，你就蝕底㗎，啲嘢俾我哋食鬼曬㗎啦。依個社會冇嘢食㗎，所以唔係咁樣咁想生下一代嘅，因為驚佢受苦㗎。所以你冇得揀㗎，你生存生但生落嚟係冇決定咗生，唔好意思咯。咁但係你要面對人生，你要勇往直前，你要知咩叫大是大非，咩叫正義。呢番説話咩問題呢？但係我哋都提我哋嘅得獎者，如果你發表感言，盡量留意，唔好掂到一啲會令人唔舒服或者會以為你犯咗法嘅字眼，尤其是物呢個時代，我冇諗到。我哋腦裏邊諗乜嘢都俾人去猜想。第一，我未必有；第二，我冇講出嚟；第三，你估我腦諗乜嘢？哇！連思想諗乜嘢，你都估我？你要我主動一早話俾你聽，商量呢啲嘢。咁即係話，你連我嘅思想點諗法，我嘅創意，你都有興趣知道啊？你係同我一齊度票啊？定係叫我唔好啦？有似嗰位總裁嘅作風，苦口婆心。真係磨心嚟，唔好啦，盡量啦，忍下啦，停一陣啦，或者會俾翻你㗎。最好就唔好咁多事啦。你揾個第二個辦法，你再嚟過我，或者我嚟幫你。哇！可能我太老啦，我唔係好聽慣啲老婦人講嘅説話。對唔住，我有啲激情。去到最尾嗰段，最尾嗰句。他說期盼貴會於未來繼續舉行，不單讓業界同仁公認之舞台劇獎頒獎禮，亦為社會大眾欣賞之年度盛事。好諷刺，我咪應該好平靜讀佢呢句，唔好帶咗個心情對住。我又有預先咗個心情。我錢就唔俾你㗎，我知道你辦嘅盛事係入影香港，
相信特首都好鍾意你，俾心機啦，你哋劇界信你嘅，你繼續辦落去啦。聖靈歸言，我哋會辦，我哋得到劇界嘅支持同埋信任。我哋冇錢冇地方，資源貴乏，我哋都想盡辦法繼續辦落去。會唔會有停一日咧？會，冇油，等下車自然行到邊度就停到邊度。但係我哋精神，為香港業界服務嘅精神，支持香港政府係繼續令香港更加繁榮，宣揚俾外面人知道香港還是很好呢個精神，我哋會持續。喺結束我呢一段向大家交代嘅説話之前，我要繼續提出幾點。第一，我哋開嘅記者會為乜？除咗要求再三澄清，要求對方再三澄清之外，基於佢嘅指控，佢已經忘記咗佢第一封係話我哋直接或間接損害佢哋嘅聲譽，造成損害或者不利嘅影響。根本佢嘅指控同佢提出嘅理由完全唔相符，佢哋真係善忘或者太重忘。我哋正式要求，嚴正要求，以我哋劇協成立40年嘅歷史嘅一個團體，為我哋業界所信任嘅團體，要求佢收回呢個指控。我哋自己都有聲譽，我哋自己都有尊嚴，唔可以你中意話係就係，而你提出嘅理由唔確立嘅時候，我哋唔認同。歷史有記錄。第二點，每一項嘅表演項目，佢所批嘅贊助項目，都有藝評人嘅藝評報告。點解唔參考翻有關嘅藝評報告？藝評報告有冇佢哋所講嘅指控或者批評？據知係對我哋完全係讚賞。咁究竟以後大家嘅關係，以後嗰個程序係點做咧？唔該佢重新釐定，唔好任意一句有人查詢、有人投訴，我唔會懷疑佢作出嚟，但係係咪好危險啊？如果一個唔中意或者有思想偏激嘅觀眾，哪怕只係一個，又或者純粹係團體之間、劇團之間嘅競爭而產生私人嘅恩怨，是不是都作個投訴嚟針對表演得到贊助嗰個團體？咁係咪好危險啊？尤其是收到投訴，完全都唔去了解，唔俾人辯解機會就落決定，呢個係乜嘢嘅年代？所以第二個，我哋要求佢重新釐定、制定呢個咁樣嘅程序，唔係佢所謂好似好官僚，我希望唔係嘅，佢哋嘅所謂機制。呢度有一個閒話，都唔算閒話嘅補充。大家睇我哋劇協嘅正式網頁，我哋喺12月2號，2023年12月2號，我哋係修訂咗舞台獎嘅一啲條例，因為我哋窮，唔怕報窮，而搞頒獎禮，正話講過，我哋仲會貼錢，而且我哋仲預備迎合個趨勢，係加音樂劇獎。在在都需要錢，我哋於是諗咗好多年嘅，由舊年會員大會，2023年3月大會有人要求，我哋個會員要求，點解你唔收錢？點解唔收會費咧？唔收報名費咧？我哋傾咗好耐，結果去到10月2號，然後宣布，然後一個禮拜之後，佢約見我哋嘅副會長，就提出呢個上述嗰件事。於是外界就有以為呢個美麗的誤會。是不是你知道被人cut錢所以收到免費？不是，就算他繼續資助我們，大家知道資助多少，我們就要貼錢，我們都需要收報名費。希望有意思參加舞台劇獎選舉的朋友、劇友，你了解，你要支持我們，要解釋清楚這個時序的問題。最後
我要向香港的朋友、內地關心我們香港戲劇發展的朋友，已經不斷有電話、有 email 問，其實我們內外一心都是為香港的藝術、華文的藝術推進來努力的。我們會繼續肩負使命，堅持舉辦，是能夠表揚我們藝術工作者、戲劇藝術工作者出色表現的頒獎禮。我們繼續維持這個選舉，好像剛才所說，直至到我們所有客觀條件都做不到，儘管我們主觀意願仍然強烈，到時然後再選。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香港舞台劇獎選舉和我們的頒獎禮。多謝大家。我怕大家可能對我們的界別未必認識咁清楚，有些少資料上面嘅補充。我哋講緊頒獎禮咧，係我哋申請藝發局批准，然後咧就會有個數目。呢、這個數目係唔包括做獎狀嘅，呢、這個就係數誒，我哋會搶。所講嘅，我哋要自己每一年都拎40,000+，咁即係做嘅獎狀嘅呢個。咁喺個程序上邊咧，佢會先俾80% 批額俾我哋，然後等做完件事，做埋報告，做好核數報告，交翻過去藝術發展局，佢通過呢個報告啦，理論上佢就會俾翻餘下嗰20% 俾你嘅。個程序係咁樣嘅。咁而家就係佢剩下嗰20%，佢話扣減咗佢啦，你啦咁樣，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我哋頭先喺度講緊我驚我哋太快咧，你哋未必啊。任何一個向藝發局申請嘅資助，可能係一個劇團，可能某一個項目，當佢哋申請到，而佢有個演出，藝發局咧係會派一個藝評人去睇嗰個演出，然後嗰個藝評人會寫個報告翻嚟俾藝發局。咁頭先會想講嘅就係頒獎禮同樣狀態，就有個藝評人嚟睇咗，佢已經寫咗報告俾藝發局，而藝發局亦都有喺集會上將呢個報告俾咗我哋睇嘅，嗰、那個係一個好正面嘅藝評會嘅咁樣。咁呢、這個呢兩個資料我補充啫。唔該曬。咁喺呢個時候咧，就誒我哋會有個發問嘅時間啦。咁可能有少少嘅即係嗰個發問嘅範圍，可能都係講講。我哋好歡迎同各位溝通，但係因為今日嘅主題係圍繞住頒獎禮呢個主題，我希望大家係圍繞住主題嚟提問。其他以外嘅問題，或者係想問其他嘅藝術界人士，就請唔好喺呢個記者會呢啲時間裏面提出。同埋請大家，如果係劇界朋友，我哋今日唔係發牢騷嘅大會，儘管我正話，哇，陳詞慷慨，我把聲係咁嘅講嘢，我談情都係咁聲嘅，咁所以咧唔好誤會，我冇激動到，其實我係相對有史以來我好冷靜，我好清晰講出嘅，所以劇界嘅朋友，如果你唔好借於機會，我知道你係忍得好辛苦。不需要在這樣表達，我們沒有情緒。霍先生，我們很期待你冷靜，以你的智慧來跟我們溝通，所以希望大家是圍繞著這個核心。多謝。好，那有傳媒想問問題的話，麻煩可能舉一舉手，那講一講你那個機構的名稱，讓我們都知道，好嗎？謝謝。是，那位先，是那邊先。是你啦，係你啦，三個位係。我話想問下，藝發局就話，即係你話收資助咧，就應該即係跟翻佢指引去溝通好，需要去即係可能做頒獎禮嘅細節咧。咁你有咩回應？同埋想問下，之即係你話佢繼續做呢個頒獎禮啦，咁之後嘅嘉賓同埋主持各樣嘢方面，會唔會都比較謹慎少少，就避免再觸及啲咩紅線？同埋最後都想問下，今次事件你覺得對香港嘅藝文界同藝術發展有咩影響？你先可以問多次第一個問題，翻轉頭聽。第一個係問翻藝發局，就話即係你收咗佢資助，應該跟翻佢指示同埋執
就盡量溝通好先至去定下一啲唔同嘅細節啦。咁你有咩回應？你講嘅係過往定係未來啊？啊，未來。我睇唔到未來，佢都唔再資助我哋啦，仲點講未來？如果講以往，我哋喺嗰個指引裏面做嘅喎，但係佢指引唔會列嗰個 checklist， 你做乜做乜，個台有幾闊幾長，唔係呢啲喎，係一個互信一個大方向。我哋自問係冇違反到佢任何嘅指引或者原則嘅。答到你未？請提第二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想問翻，即係嚟緊嘅頒獎禮，即係雖然就唔再受資助啦，咁喺頒獎嘉賓同埋主持嘅啲speech方面咧，會唔會比較謹慎少少，就避免再觸及啲咩紅線？我又回答翻你，好似第一個問題。首先，佢唔再批准，我哋冇一個需要根據指引嘅咁樣嘅要求。不過有冇佢資助都好咧，我哋一向嘅原則就係合法。我哋唔會踩落法律嗰度，合理合情去進行，坦蕩蕩，完全冇率剔之心，所以冇事。明白嗎？唔該。最後想問埋，即係你覺得今次事件對香港嘅文藝界同埋藝術發展有咩影響？有嘅，如果唔係我哋唔會開呢個記者會咯。好似剛才所講，若果唔係觸及到我哋個整個業界嘅尊嚴。福祉呢，我哋唔會，其實我唔想開嘅，我好驚見傳媒而家，同埋我攰得好緊要，我琴晚先做完第一場嘅，我好多人冇乜點糾紛，但仍然要開，咩影響呢？始終嗰句，究竟條線喺邊？而家咁樣咁寬容、咁真誠、咁尊重嘅頒獎禮，都居然會觸礁、觸潮，咁我哋其他業界嘅朋友點去做創意啊？我想請問你係邊個機構？Now. 啊 ，Now， 上邊好，係綠色三個位。即係確認一下，即係由你哋嗰班獎禮一路去到即係10月8日，即係藝發局高層約見啊副會長，中間其實係咪藝發局或者政府都冇接觸過你哋咧？喺嗰次嘅會面上面，其實聽咗啲乜嘢？喺嗰個會面上面有冇即係機會去俾你哋去辯解咧？程序上會唔會可以上訴？會唔會考慮上訴咧？第二個問題就都想問翻今屆嗰個嚟緊嗰班獎禮咧，你同到形式上嘅改變。即係會唔會都可以講下，其實係例如仲會唔可以實體去舉辦咧？會唔會考慮可能即係租借其他嘅場地？即係會都講下個形式上啦。同埋即係第三就即係今次嘅事件，即係頭先會長你提到可能即係有人有啲嘅偏見啊，或者有色嘅眼鏡，即係外界有啲意見就會覺得所謂戲劇界係相對比較反叛比較曳嘅。會唔會覺得即係你哋點睇呢啲嘅？即係會唔會覺得係一個政治嘅打壓咧？即係係咪即係增加咗嗰個即係損害嘅法律聲譽嗰資助條款之後，就用嗰條款嚟即係可能即係打壓戲劇界咧？你自己點睇咧？你第一個問題問之前有冇接觸過我哋？正式接觸就冇，撞口撞面講一兩句婆婆媽媽嘅説話就有。在某些場合裏面，我們都會有機會見到一些 ADC 的高層，見到的時候那時候應該完了頒獎禮的可能一兩個月左右的時間，他們都會剛剛完了沒多久，我不記得多少月了，那時候已經是因為六月進行的嘛，我們應該大概一個月內我們見過的，即是見過是一個 inofficial 的場合底下大家大聲招呼，他都對方會有一些的態度，但是完全沒有說到 exactly 是有什麼的問題，但是他們又表示憂心的，所以去到應該比較 official 的正式接觸就是12月8日，他約我們的副會長去提交這兩封信，中間這段時間基本上我們是沒有任何的接觸過，在這個話題上面就算見到面都完全沒有說過這一樣東西。
公道啲俾翻啲啲咩？而家大家好容易就聯想話十二月八號係咪？但係其實咧係喺日子 exactly 我唔記得。佢第一次約我唔係十二月八號嘅，佢第一次約我係早啲嘅，竟然有一日，我只係打咗一日風嘅啫。咁咧，咪發局咧就預備去韓國嗰個 plan 嘅。咁日因為打完風嗰日打風，我約就係約咗，佢就約咗我嗰日朝頭早嚟打風。咁跟住佢就要去韓國啦，所以其實係早啲嘅，不過邊一個月邊一個月查到嘅，係嗰日啫，係全部嗰個打風嘅啫咁樣，係唔係？係咯，係最尾好奇怪嘅，打風日子唔慣常嘅咁樣，係咁樣啫。我唔想即係大家有誤會，好似啊九月廿幾年十二月八啊，呢個唔係完全嘅事實。OK， 佢係問你講咩？你點講？有冇溝通啊？嗱，溝通咪答咗噶啦。開會即係喺個會上，即係高層啦，即係或者方面講嘅邊位高層唔係開會啊，茶聚啊，約你飲茶㗎。就即係嗰個會面上有冇即係俾機會你哋去了解新潮定係交流其實咧，我講到嘅呢位朋友，阿陸叔講咗啦，係副會長張學基 ，OK， 咁又係冇交代嘅，佢咪講俾咗兩封信俾我啊嘛，嗰日係嘛，即係話俾我哋聽，即係話俾我聽 ，OK， 就係佢同我嘅啫，嚇唔係開會嚟嘅，咁樣。係啊，正話講咗啦，係冇交代，佢喺封新聞稿話詳細展釋佢點樣去運作，然後就勸你，唉乜嘢啦。做一做，大家加分啲氯化劑，但係冇解釋到佢點解落呢個決定，即係佢指證我哋當日佢話損害嘅聲譽，邊啲係損害聲譽，佢冇咁詳細講嘅，直至到十一月，直至到佢一月十二號佢發出嚟，我哋到昨日喺 email 先收到封信先講多啲，然後琴日補發聲明又再講多啲，令我諗起我朝頭早刷牙擠牙膏嗰個感覺。佢有講到話。嗰、那個程序佢冇講大話嘅，佢有講到嗰個程序點樣決定，但好似阿陸叔咁講，佢係冇講乜嘢事，佢只係講咗個程序啫。咁我都希望咧，各位記者朋友嗱，我呢件事件係藝術發展局同埋香港戲劇協會裏邊生嘅，我希望大家唔好隨便就拉埋個政府落嚟，好唔好啊？好，答埋你第三個問題。你呢個問題其實跟住嘅朋友都會問，我就喪白咗。跟住落嚟嗰屆三十二屆以至以後，我哋點樣應付？佢定啲咩形式咧？我話俾你聽，我哋未有咁倉促，點會有咧？有都唔會咁匆匆決定。我哋要睇我哋業界朋友嘅反應。我哋已經知道好多義不容辭，願意出力。如果有限嘅錢，佢都出。嚟去做，但係我哋都維持翻嗰個原則，首先合法，唔會有口實或者借口或者痛腳俾你捉住。第二合理合情去做。有人話俾我聽，佢係一個好意嘅提醒，會唔會將來你自己揾私人嘅地方，譬如酒樓都可能冇咧？我唔想用封殺打壓呢啲字眼嚟諗對方。我仍然是合情，我哋是有情的人，不是棄子無情，行政容或無情。我哋仍然希望過往幾十年的友情的關係，未至於用到呢類咁嘅字眼，而令到我哋無路可行。但是客觀條件可以做的，我哋都盡量做。所以你不要問我 detail 是怎樣做，我們未能夠說，但我們的方向，我們的精神是不變，我們不會犯法，或者會不小心，希望有些比我更大年紀的善意的長者會提醒我們，我們會小心的，多謝你，明報。黑色的女士，她舉好了。你盡量用啲廣東話啦，不過我聽慣學生。喂。係。其實申請我哋都好理解，不過而家啲目標。
機構嘅。我係點新聞嘅記者。點新聞？點新聞？啊，點新聞？點新聞？你好，而家有一個受到爭議嘅問題，我都想問一下嘅。因為始終咧，邀請嘅兩位嘉賓咧，佢哋兩個可能嘅表現咧，都令到人哋去質疑佢哋嘅立場嘅問題。咁我哋咩問題啊？立場。立場嘅問題。立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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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立場。我想問一下，我哋協會同佢哋立場係咪都係一樣嘅？擔唔擔心都係被人質疑呢個問題？即係你問劇協嘅立場係咪同佢哋嘅立場係一模一樣？係咪一樣？係擔唔擔心被人質疑呢個立場嘅問題？唔該。我哋邀請呢兩位人士係尊重佢哋，係配合我哋嘅主題。首先，佢係藝術界嘅人士，係受大家尊敬嘅。唔理你咩立場，就算你係同佢立場。你都應該尊敬、尊重佢哋嘅成績，而我哋配合個主題係請藝術界嘅人士嚟做頒獎交流。我哋請佢頒獎啫，冇要同佢交心或者認同佢嘅立場。而且我哋邀請呢兩位人士嘅時候，佢哋係冇完全係抵觸任何香港所限制嘅乜嘢條款法律。你查翻個記錄，佢哋嘅立場好清晰，但我哋邀請佢唔係表示我哋一定全面認同。我而家冇時間翻查我哋幾十屆請過咩嘉賓，但好多嘉賓佢哋嘅立場，我哋都唔係一定完全認同。要我緊揾嚟一定揾到俾你，我而家直暫時揾唔到。希望唔好用立場啲咁樣嘅角度去看這些問題，圍繞的主題，它是藝術成就高，是配合我們的主題，我們就是邀請，是尊敬它的成就。麻煩前面那位。你好啊，有先生問，首先想問張副會長，即是說回12月8號呢，現在是否合法就是高層親自入面劇協董事會的代表啦，那其實按照你剛才的說法，那天是否有約見過呢？見了哪些高層呢？還有內容是否就純粹是就是好像你剛才所說就是交代的原因呢？其實當中有沒有任何上訴機制是藝發局有的，而是讓你們有機會上訴？第二就是想問會長，其實在整件事上面，霍先生有沒有一些直接或者是間接的途徑接觸過或者同人家聯絡過呢？其實你會覺得霍先生在這件事上面應不應該再可能我講得不清楚，我再講多一次。當日約，剛才我講咗啦，先約唔係約12月8嘅日子，我唔記得啦。OK， 要第一約嘅時候，只係佢同埋我嘅啫。OK， 第三佢俾咗份封信俾我，佢有講到佢哋經過咩程序，但佢冇講係針對乜嘢內容要做咁嘅程序而做出咁嘅決定。我答曬你個問題啦嘛，已經講咗三次噶啦，係等我答，冇講咗好多次啦，一紙公文冇得傾，講得俗話就冇得傾，講得文雅啲就冇上訴機制，我哋係申訴，如果唔係開機制，我哋問我嘅問題係放生咧。大夫無私家，霍先生，我同佢見過面嘅，就係當佢要競選一個席位嘅時候，係議員嚟嘅乜嘢？係，咁佢嚟，我唔用拜會，係佢講嘅啫，客氣啦。佢嚟約我哋見面，我哋所有候選人我哋都見嘅，咁咪同佢溝通嘅。我當時感覺呢位年輕人，我有資格講啊，係好誠懇。是很願意了解我們劇界、藝術界各樣問題，他又的確是願意支持在他有限的能力，當然他的能力是無限的，不過他當時付出的是有一份，好像剛才所說給了一些物品我們，是主動的，我們沒有問過人的，我們從來不會去問人的，另外他都很主動關心，
我係好欣賞呢個後生仔，加埋出邊嘅傳聞講佢點好點好，我都選擇相信。之後我一直都冇再機會見。咁最近為咗呢件事，喺我百忙之中排緊戲嘅話，等出場嘅時候，立一立到有啲人傳俾我，見到佢匆匆忙忙喺立法會出邊見記者，佢就講兩句咁，咁已經唔同咗少款啦，因為匆忙啦，或者冇準備啦。咁但係我仍然希望，以佢咁年輕、咁有頭腦、咁有朝氣，領導呢個藝法會，希望一生耳目，將未成熟嘅人帶去成熟，好資深嘅人，令到佢哋恢復年輕，好警醒、好活潑去應對而家好複雜嘅事。如果霍生想同我見面，我希望係正式嘅場合，唔好飲茶。我答到你。咁可能即是呢件事上面，你冇見過面，直接或者間接都冇。你係要我講一次嘅，我話我冇遇見過佢咯，我冇直接或間接、正式或非正式，透過見面或電話或 WhatsApp 或者 email 係同佢見過面。雖然我欣賞，我補充少少啦。佢嘅秘書係有contact 我嘅，喺呢一兩日，就係由17號，由十七號我哋出咗呢一個 announcement 之後，咁佢哋都好關心呢一件事嘅。咁學生自己親自暫時未有進一步嘅行動，話表示想同我哋見面，暫時呢一刻係未有。咁佢秘書都係同我就 keep 住有 contact 去了解我哋。今年係咪有記者會啊？我哋點會有 live 啊？或者大家之前琴日見到有啲議員講啲乜嘢啊？或者有啲咩新聞出咗啊？咁佢都有 keep 住 update 我。其實我真係好關心年輕人，可能我有仔有孫，事實上我都經過年輕。喺我眼中，霍先生係年輕人，我係覺得好難為佢。我唔知佢係咪真係值得我認為難為。他又是我們立法會裏面專業界別的代表，他是有理由是維護或為我們是提出一些不合理的申訴，但他又是藝發局的主席，當然整體來說是代表政府來做一些事，我不知道他是否有尷尬矛盾，我都覺得難為他，希望他有個英明的選擇。前所未有，第二個問題就是因為其中一個說法就是意有所指，即是其中一個說法，其實對文藝創作和言論自由的影響在哪裡？我正在引述的無私罪是中國文學的源頭，文學是藝術之一，很多藝術手法都在文學那裡來，這些是修辭手法，很委婉表達的要求，不想令對方尷尬，又等你明白，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是代表大眾的意願，
呢種手法係藝術手法，係修辭手法。咁嗰八個字都樹基近矣，但係冇惡意啊！清楚未？讀過文學嘅人就知啦。第三，對呢件事對於業界個士氣係點？我亦都講過，若果唔係影響我哋藝術界，我哋唔會特別係要開呢個記者會，一定有影響，士氣係會打窒。雖然已經窒窒地啦，而家更加窒得好緊要，所以吳澄清係佢對唔住我哋嘅特首。特首好希望積極嚟發展香港，等人覺得香港還是很好。而家佢咁樣嘅草率冒然嘅舉措，係打窒藝術界，打窒創業嘅工業，創意嘅工業。咁你話我哋會唔會落淚？唔好講感情豐富嘅女士啦，連我呢個男人鐵漢，我都成日流淚，明未？唔該，多謝。你好，獨立媒體。你好，獨立媒體嘅。咁首先就係想問，藝發局通知係由於競爭激烈同埋資源有限，咁會唔會擔心日後有其他團體同樣向藝發局申請搞頒獎禮，導致香港舞台劇頒獎係鬧雙包咧？咁第二個問題就係頭先都見到黃秘書有流眼淚啦。咁想問係咪即係作為？我倒轉頭問第二，答第二個先。伊文同我合作好多年，唔單止應付藝發，所有同戲劇或者咩有關，佢都一力承擔幫我哋做。我哋講咗佢就去做，佢壓力真係好大。或者正話我講啲嘢觸動到佢，流眼淚都自然。咁其實係咪有流眼淚？所以唔好再喺度發揮啦，人之常情。前一個問題，我聽唔明你嘅意思，你講清楚啲，我唔想估測。即係你講頒獎禮嘅，係咪有兩個頒獎禮講清楚？你再重複你嘅問題。係會唔會擔心日後有其他團體向藝發局申請資助搞頒獎禮，導致舞台劇鬧翻包嘅情況出現？我哋唔會去預測，亦都冇好預測。如果咁樣預測，係對藝發局唔尊敬、唔信任。雖然而家都有少少動搖。但未至於好大。至於你所講話咩雙包，可能唔關藝發局事。另外有一批有心人，呢、這個有心嘅意思係真係有心係為藝術界做。如果佢做得好，又能夠得到我哋業界嘅信任，我哋有乜理由亦都冇權去反對咯。但係有冇呢個疑慮，冇所謂慮。而我哋冇得負責，所以我呢個問題其實我好難答你嘅小姐。咁你自己揣摩，我其實明你意思。又或者補充少少，其實咧，而家本身舞台劇界都有好多唔同嘅獎項，有唔同嘅機構等等唔同嘅獎，我哋係唔會排除其他獎項都有佢嘅代表性喺度，咁所以冇問題。係誒，唔好意思，因為咧時間關係，可能我哋最後兩個問題好唔好啊？係誒，呢位先係黃先生。咁你頭先咧係即係邊個機構？我係南華早報。南華早報。咁你頭先咧就講到咧，你話咧今次藝發嗰個舉動咧，就代表咗其實黑客即係正正咧，就因為佢哋有個紅線。咁所以先至即係講一啲即係有一啲即係佢嗰個 statement 講嘅嘢啦嚇。咁佢話嘉賓嗰度即係有啲紅，即係提咗啲紅線啊啲言論咁樣。咁即係正正代表佢其實佢自己有紅線啦咁樣。
咁其實係咪佢即使係表達咗佢嘅紅線，咁跟住就係即使去收窄呢、這個業界嗰個創作自由咧？喂，創作自主啊，唔係自由嘅。咁你對今次嘅事件對業界嗰個創作自主呢樣嘢咧，其實有幾大影響？唔該。受幾大影響呢？就冇得估測，亦都冇估百分比。總之大，好大。至於你話係咪紅線呢？老實講，我哋一路憂慮，想了解。咁我唔知佢係咪好倉促、好深思熟慮，抑或好似我哋最初疑慮。我哋代表劇界一個協會，佢都咁樣冒冒然嚟出手，其實間接話俾我哋聽。我哋嘅疑慮係啱嘅，佢真係有條線，但係條線佢冇示範，冇明列，好似我改卷個 marketing scheme， 但係示範係今次咁樣就係。咁你叫一啲我哋成日戰戰兢兢嘅朋友，點會唔會更大嘅恐懼同疑慮？咁呢個邏輯問題，其實我覺得佢一係就我有心就透過你等佢哋知道，咁可能我哋被人利用啦。不過我哋自然反應嘅，被利用都甘心，因為我哋要申訴同埋鞏固維護我哋劇界嘅權益與尊嚴。如果佢係無知嘅，唔知道搞出咁大件事嘅，我希望佢再諗一諗咯。我哋唔介意有事，我哋尊重法律，尊重國家嘅條例，誰人不愛國？明啦。等於我冇理由唔愛我媽媽。不愛我屋企，不需要質疑的，細節慢慢傾啦。但是我哋有時不小心啊嘛，踩錯咗落坑渠，話俾我聽條坑渠喺邊啦。我哋不止一次提出要求，你唔講，嗱今次你嘅行為又話咧，真係有坑渠嘅仔，個坑渠喺邊咧？你若望估下咧，從今次事例，你喘望點喘啊？到我喘到時，我已經中咗招啦，踩咗腳落，只腳落坑渠，扭親啦，拗殘。點解唔坦坦白白？又話互信，又話溝通，講到明咯。我哋唔介意你講明噶，我哋會有生存之道噶。我哋仍然係愛港愛國噶，我哋嘅國，我哋嘅中國。並會將藝評報告與受評核的團體的回應咧，係一併參考。即係其實佢又話俾你聽，佢未必一定會認同嗰個。咁但係
如果唔認同嘅話，或者你起碼你都要參考啊。嗰件事係因為個 assessor 係你派嚟噶嘛，係一個專業嘅人士嚟噶嘛。咁所以我諗呢一個我哋都好費解嘅。我再講一次，今次事件佢冇正式或非正式俾我哋有辯解嘅機會，而本身佢冇上訴機制。就算佢嘅臨時設有，我哋只係要求佢澄清、撤回佢嘅指控，我哋唔會所謂上訴，係想攞翻嗰80,000+。窮，但係有骨氣。我哋今日嘅記者會嘅時間差唔多，咁我哋喺現場有新聞稿嘅，咁我哋嘅同事會派俾大家，或者如果大家可以離開之前，翻嚟同事攞。今日再次多謝各位媒體、各位同業嘅。我哋而家將相，我哋想開會攞。歪猫啊，阿姨，请歪猫带来。多謝各位，多謝各位，我不希望再有類似的場合，有其他時間我們傾一下。多謝各位。